哎，你怎么拿起来就吃？怎么，你这不是卖的吗？卖的也得问个价。什么？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，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。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。什么？你没听人说吗？别看今天闹得欢，就怕将来拉清单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看呢？我看你像八路。哦。啊！你是八路。你算说对了。爷饶命！你不要怕，跟我们走一趟，就把你放回来。